因为段宜康有发公文嘛，他不是打他有发公文的开协调会啊。哦，食药署的协调会。他跟法务部也是。那羁押呢？我让我讲完嘛，我刚让你讲完嘛。羁押的部分，他跟法务部讲，他不是把检察官拉到旁边，怎样，这是可以招公信。如果你觉得段宜康不当，就像现在可受公平嘛，检察官的发言也可受公平啊。周一到周五晚上7:30，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